哎呀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戴哥的眼睛真漂亮，喜欢的戴眼镜的男生，我们把眼镜给他画上，是不是蛮真实的？瞧这口牙，那是真贵呀，贵就贵在纯手工打。这个下边要给他修的凌厉一点啊，稍微修尖一点。发型呢，稍微得吹起来一点啊，这个发型整的是真不错呀。这衣服有点不合身，咱们得给他改一下。穿衣露肉有点不严谨啊，咱们给他合并一下子。那美女长得是真好看呐，眉毛也好，简单一调，单眼皮给他调一下，我给他描一下。睫毛呢，必须得安排上啊，睫毛。对不对？你看美女这牙多齐，我就羡慕这些牙齐的。稍微美白一下，这个唇彩就看得更有气色。哎，不错啊，梧桐隆鼻给它安排上，纯手工打造梧桐隆鼻。这么好看的姑娘，没有个丸子头，这个脸就感觉有点浪费。丸子安排上，生物磨皮7.0，过渡一下光影，两个人呢稍微移近一点啊，亲密一些。最后呢，咱们用这个滚烫的小熨斗啊，把这个衣服给烫一下。修好看一点，修好看一点，那都长这么好看了，要多好看啊！这个小不点叫眼神光，稍微加强一点会显得眼睛很有神，眼睛大一点，睫毛安排上。这个通风系统两边型号不一样了，把这边呢给它对称过来，哎，感觉有点粗犷了是吧？好吧，这边对，哎，这边不错，好看。这个牙齿戴了牙套，我们先给它调正，把两边嘴角的这个阴影给它做对称，然后我们中间掏空，找一个完美的牙齿给它填上来。你说这个牙太完美了，不像我的，我们找一个接近完美的啊，美女，这口牙是我的牙，像我的牙，大功告成一半。接下来生物磨皮7.0，过渡一下光影。头发这么好看呢，你还要看看长头发？长头发好看吗？长头发也好看，不要啊？那就看看丸子头吧，丸子头还是好看一些。哎，不错。你说我的额头是不是高了？不高，我把你三庭拉出来，你看看，是不是挺好的？美女说那就不动了。你说待会儿要去练功房，我们把舞蹈服给他换上。拍了这么多照片，帅哥是我见过最护媳妇儿的男人。在他看来，媳妇儿没有一点点瑕疵，美女是完美的。修图我都不敢修，美女这个牙齿呢叫兔牙啊，专门给吃西瓜定制。下嘴唇呢，我们给稍微往上调一点点，加一个迷人的唇彩，哎，这感觉气色好多了。美女双眼皮很好看，那一边宽一边窄，我们给它调过来。睫毛安排上，眉毛描一下，哎，这边帅哥两边脸我们给它调对称，哎，双下巴去一点点，头发拉起来一点，稍微瘦一点点脸，眼睛大一点点，哎，精神。美女呢，我们也给稍微瘦一点点脸。民国妆当然要用民国的发型，哎，给它调一个民国的发型。帅哥的发型呢，也是明，哎，帅哥换了之后还有点不配套啊。帅哥说不要那么夸张，然后就把我的发际线调一下就行。接下来生物磨皮7.0，过渡一下光影。这张美女比较大方，这张帅哥比较端庄。看帅哥笑的啊，颈纹都出来了，我们把它给去掉。注意，我们要对帅哥的脖子进行一个拉伸。哎，不错不错，我再瘦一点点点，双下巴给它去掉。帅哥其实长得真的挺可爱，这个发型像樱桃小丸子。帅哥说眼睛可以大一点吗？我给你大两点。帅哥不，就要一点，再大就不像我了。给美女调一个标准的微笑。美女这个眉毛长得非常漂亮，不用素材给它替换了，效果呢也是非常的哇塞。美女本来是有双眼皮的。能多少有一点点内双，把睫毛给安排上。同行说你们家的衣服咋都那么合身呢？其实不管它合不合身，我们都可以让它合身。生物磨皮7.0，过渡一下光影。美女换个发型，美女说哦，不要。这个丸子头怎么样呢？丸子头非常的漂亮。帅哥说哎呀不错哟，不过我喜欢你自己的头发，把帅哥的眉毛给他替换一下。美女说替换了真棒，我也要替换一下。我长这样吗？我长这样吗？帅哥问我，我问蒙圈。你不长这样，不长这样。帅哥，相机对你有意见，有意见。但是电脑对你还是挺好的。你看他吗？你看他？你看这个发型咋样？帅哥说这个发型说不出来。那这样吧，我们先修，修完再看发型。把眉毛给安排上，眉毛安上，感觉人精神好多。我们先安排生物磨皮7.0，过渡光影。哎，你看磨了之后，哎，这个发际线呢，多少的有点稀疏是吧？那个补一点，重一点，哎，效果不错。稍微瘦一点点脸，好，发型拉起来。来一点，哎，效果挺好啊！我们把衣服给它修一下，让它更合身一点，领子多少有点高，嗯，这样看起来脖子会长一点。好，眼睛稍微大一点点啊，不要太多。哎，你看这个嘴巴好性感啊！上嘴唇是上嘴唇，下嘴唇是下嘴唇，哎呀，漂亮！你看这个时候，你再把发型给它换上，是不是？大哥，哎，不错哦，看来不是发型的问题。拍照的时候呢，因为女士在前面，近大远小嘛，所以女士呢就会显得要大一点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修图是一定要贴心的把女士的这个比例给它修小一点。
一是还原更真实，二呢就是视觉上看得更好看。人的这个颈椎呢都是七节啊，美女呢她也不可能是六节是吧？啊，我们给她调出来，对，给她还原一点，对，双下巴给她去掉啊，稍微瘦一点，头发给它修顺，修碎的就更好一点。那既然美女的拉长一点，那帅哥的也得拉长一点。对，双下巴也是给它去掉，稍微带一点点微笑。美女呢，特意交代不让修太多啊，差不多就行。美女这儿缺个牙，咱们还得给它补一下。就是眉毛、眼睛调对称，描一描，然后商务磨皮 7.0 过渡一下光影。哦，对了，帅哥的眉毛没给它换一下。最后我们滚烫的小熨斗把衣服给烫一下。长得好看你就不用修图了吗？啊，你们还是太年轻啊！我示范一下，你们看一下，这姑娘长得美吧？啊，首先呢，我们要把眉毛给她调水平，往上抬一点，把素材给她替换上。哎呦，这个眼睛真的是漂亮，是吧？你感觉你都不忍心动。我们的睫毛加上去有点假了，所以我们就手动给她画一下。啊，我们把这个好看一点的睫毛呢，也给她换到这边来。鼻子稍微调一点点，嘴巴呢调对称就行，稍微瘦一点点脸。接下来商务磨皮 7.0 过渡一下光。脖子拉长一点点，女神范儿更足一点。两边领子呢要调对称，嘴巴呢要加一个唇彩。这么好看的姑娘怎么可以没有丸子呢？万丈高楼平地起，想要丸子用力气。哇，好看，说好看是好看，感觉缺了一点点。看一下是不是这个，没准。哇塞塞塞，哇，好看。这为啥长得好看的姑娘都会跳舞呢？啊，你看这个练功服。夫妻相哪有什么夫妻相、如有雷同，纯属偶然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帅哥的眼睛反光给他去掉，去了反光就感觉精神一些，眼睛大一点，脸稍微瘦一点，鼻子小一点。美女给他描一下眉毛。跟你说，我这个贴双眼皮贴的时候手抖了一下，看出来了，不抖的效果不可能这么明显。哎，我们把眼睛稍微修大一点，睫毛安排上。美女的牙齿要调整一下，我觉得帅哥的牙齿不错，美女慎重考虑说还是用我自己的，这样感觉吃饭更香一点。啊，下巴调整一下，需要修成V型的，但是要加一点阴影，显得脸更立体一点。你说我喜欢丸子头，不着急，丸子头马上安排上。想要看一下刘海是吗？这个呢，再看一下这个啊。帅哥说还是不加好看。帅哥这个刘海我们也给他梳理一下，哎，这样感觉舒服一点。美女这个脖子我们也再给他搓一下。接下来呢，商务磨皮 7.0 过渡一下光影。之后呢，我们调整一下两个人的距离，把小红心给他安排上。照片不修能行不能行啊？肯定是不能修嘛，一般都是女士在前面啊。哎，调整一下两个人的距离。好，男士调正一点，两边脸看的大小不一样，调整一下，稍微瘦一点点脸啊。接着呢，眉毛还是要描一下，双眼皮挺好的，我们给它换掉，睫毛安排上。安装了这个套装之后，效果立马就出来了。下面安排的是无痛隆鼻，高斯模糊完成。大家看一下这个丸子头，丸子头的主要特点就是少了个丸子，哎，效果不错啊。帅哥这眼里少了个眼神光，也是左右脸调一样大，衣服给他调合身一点。帅哥这个脸和下巴的交接线不太明显，强调一下。哎，注意，哎，这个动作啊，帅哥开始跳新疆舞了。哎，发型，帅哥的发型调整一下。接下来商务磨皮 7.0 过渡一下光影。美女说，我主要是对发型不满意，在拍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发型是这样的。我们先把脖子给它拉长一点。为什么脖子要拉长一点呢？显得个高啊，脖子拉长一点气色好。哎，头发我们给它梳理一下。好，眉毛呢降下来了，眉毛我们调整一下，跟美女的眉形要接近。哎，把这个复制过来。美女说，我这个痣不能去掉啊。我说你，他说他喜欢这痣，你真的喜欢我可以多加几个是吧，北斗七星都给你安排上。没事，那也没必要安排这么多。开始修眼睛了，你看这个白色的知道不，双眼皮贴这个得修掉啊。咱把睫毛画出来，眼白修白点，嘴巴没闭紧，稍微填一下，下巴修凌厉一点，稍微瘦一点脸，商务磨皮 7.0 过渡一下光影。没，你说我要白底，但不想要白衣服。这一对儿年纪轻轻相爱8年，这份真挚的感情我们叫它早恋。那你说这个衣服领子有点高，我们把脖子给它拉长一点，哎，白一点。帅哥的头发稍微吹起来一点，眼睛大一点点。美女说，帅哥你这个眉毛太逗了，有点像蜡笔小新。帅哥说，蜡笔小新也比你没眉毛强。由此可见，也许他们真的谈了8年，因为恋爱3-2年的男生说话不敢这么硬气。美女今天拍照完全是裸妆，所以我们一大早就把睫
毛啊啊眉毛啊都给准备了。我们给美女稍微调整一下微笑，让她笑得更开心一点，稍微瘦一点点脸。其实美女没有双下巴，我只是希望把下巴修得稍微凌厉一点。什么是青春？有青春痘的地方就是青春。伤磨皮 7.0 过渡一下光影，给美女的牙齿修白一点点，头稍微摆正一点，我们把小红心给他们加上。民国妆，民国妆，民国妆，发型，发型，要一个民国妆的发型。哎，好看。有的说了，你的照片这么好看啊，为啥还要修呢？你说哪个明星不好看啊？明星的照片呢，不比我们修的时间少，所以越是好看，越是要修一下。哎，我们把它双眼皮给它描一下。哎，睫毛安排上啊，调整一下，哎，是不是更好了？哎，对对对对，眉毛，眉毛招待一下。好，无痛隆鼻安排上，鼻梁更高一点。其实美女鼻梁本来也不错，嘴型稍微调一下，牙小点，脸瘦一点，眼大一点。哎，发型，看看这哥长得真是漂亮，眼睛大一点，稍微瘦一点点啊，眉毛给他描一下，英俊潇洒。哎，民国妆的衣服我们给他调整一下，更合适一点。美女的也调一下，商务磨皮 7.0 过渡一下光影。美女说我是双眼皮，你能看出来不？那个你要是这么说我肯定能看出来。发型你得给它整理一下，哎，把这边对称过来，对称过来，它是耳朵不能对称过来，把这个耳朵抠出来，哎，完美，哎，好像差一点完美是吧？把这边的这个复制过来，哎，完美。好，发型呢再进行一个洗剪吹，双下巴给它去掉，稍微瘦点脸。然后你看真的是双眼皮哦，我觉得双眼皮这个事儿不能就我们两个知道，我们还得给它重新安排一下，找个自然一点的给它贴上，还不错哦。牙齿修齐一点，然后我们给它描一个迷人的唇彩，眉毛呢我们也给它描一下，哎呀眉毛加了好精神。商务磨皮 7.0 过渡一下光影，再给它来一个无痛隆鼻，裁剪一下，哎，肩膀调水平，小熨斗把衣服烫一下。嘿嘿，这美女是不是生图就挺好看？那你修的干啥呢？为了更好看呢。睫毛安排上，无痛隆鼻给安排一下子，牙小一点，哎，下嘴唇往上收一点，笑得含蓄一点，稍微瘦点脸。美女这个刘海有点短了，要是稍微长一点是吧，就更好看了。不过我们可以修商务磨皮 7.0 过渡一下光影，修了之后感觉像个明星。那谁来着？年纪大了我记不起来了。美女说我能不能上网？只要家里大人同意，那你肯定能上网。长得这么好看，你咋不能上网？你上网啊。首先呢我们把他这个耳朵给他调对称啊，耳朵调对称，哎，对称的是好看一点是吧。好，眉毛我们给他描一下。其实美女的眉毛呢眉形挺好的，就是多少的有点不均匀。对，双眼皮他自己有，我们给他优化一下。对，睫毛必须得安排上，你看，哎，睫毛一根一根，哎，非常好啊，非常好。眼睛大一点点得了，精神多，哎，这个，对，这个通风系统呢我们两边也给它型号整一样，然后笑容呢你看我们给它调整一下，哎呀，笑脸不要太牵强啊，也不要太夸张，哎，挺好了。好，稍微瘦一点点脸，嗯，瘦一点点脸，对，好嘞。哎，这个衣服呢我们给它啊给它烫一下子，商务磨皮 7.0 呢过渡一下光影，哎呀，修好看的姑娘是简直是没有啥压力啊。哇塞，美女完全是裸妆。我们现在先给她铺粉啊，铺了粉，然后牙齿呢给她修小一点，哎，下嘴唇给她推上去，哎，小的含蓄一点，哎，不错不错啊。两边嘴巴调对称，这个鼻型真的是好看，鼻子不动了啊。眉毛降下来了啊，眉毛描一下子，描一下子感觉好很多。眼皮真是挺好看的，我们给她加一个睫毛，哎，这个睫毛下睫毛也加一下，哎，这个画的这个画工啊，画工，哎呀，真是不敢恭维，下的画的真假是吧？算了，还是把素材拿出来，素材给它替换上，感觉舒服多了。两边耳朵呢给它调对称，调对称，稍微瘦一点点脸，下巴拉长一点点啊，这个你看呢，把这个凌乱的头发呢给它做一个内扣啊，内扣，注意这个手法啊，内扣，托尼老师看一下子啊，卡子要给它修掉。哇塞，效果真不错，加了刘海好看啊，换一个也好看。美女说哇，不要更好看，眼白白一点啊，商务磨皮 7.0 过渡一下光影。男人一旦结了婚之后呢，对自己的外貌基本上都已经放弃了。眼睛没有戴正，我们给他调整一下，把耳朵也给他调对称，嘴巴加一点唇色描一下。注意啊，这个胡子不太均匀是吧，什么原因呢？这胡子都是在课堂上拔的，有时候老师看我一眼是吧，可能就拔多了，他又看我一眼可能又拔多了，
啊，所以就是有时疏有时密，然后害得我还要再修一下。所以这个事情告诉大家啊，课堂上照镜子呢风险很大。商务磨皮 7.0 呢，咱们给它过渡一下光影，不要眨眼，看一下发型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。我们给它换了一个发型，哇塞哇塞，太棒了。来看这个眉毛啊，跟我做事的风格很像，虎头蛇尾是吧，前面很好，后面淡了，描一下。去一下红血丝，最后给大家说啊，别人问起来千万说这个图没有修过，拜托。我这个人呢，修图的时候特别喜欢夸人，就这样一个人呢，美女你这个化妆的水平呢，我实话讲我都不忍心夸你。就这么说吧，六岁以上的孩子他就很难画得这么残忍。美女说我把最好的时光都放在军营里了，那我肃然起敬，好好修图吧。再描一个迷人的唇台，把眼睛调正大一点，眼距开一点，眉毛呢必须得描一下，双眼皮儿安排上，加一点眼线更好看，这细腻的小眼神是吧。好，稍微瘦一点脸，鼻梁修正一点。美女说我想换个发型，那这个发型不适合我，太文艺了。苍直发呢，苍直发也不适合。那么我给你推荐一下丸子头，这个销量特别高啊，就丸子头了。我们把脸给圈出来，然后把碎发给修掉，商务磨皮 7.0 过渡一下光影，换件衣服寻找一下青春的感觉。哎呦，你看这个网友发过来的这个图啊，这个拍的真的光线是不太好啊。哎，我们先给他抹点粉，哎，两个人皮肤都给他亮起来。对，好嘞。接下来呢，上相三分胖，还给削点骨。然后帅哥呢，这个衣服给他收拾一下。哎，对，美女凑近一点，哎，过来一点。帅哥这个眉毛真是淡呐，我们干脆给他去掉。去掉之后，我们再陪他一幅。哎，这一幅感觉效果要好一点。牙齿整一整，哎，嘴型调一下。这头发剪的有点太短了啊，哎，我们给他长起来点。哎，有点地中海了，哎，我们补一下，效果不错。美女这个双眼皮两边调一样，睫毛安排上，眉毛描一下，丸子头必须得有个丸子样啊，对不对？碎头发修一下，脸小一点，对对，无痛隆鼻招待一下，通风系统小点。美女这个雷达不明显，把帅哥的雷达搬过来试一下。哎，美女说算了吧，不明显就不明显了。商务磨皮 7.0 过渡一下光影，最后呢我们把小红心呢给它换成小红心，更喜庆一下。小帅哥真给力，娶一个媳妇儿真美丽，平常没事玩游戏，宝岛的姑娘已经沉迷了，非她不嫁。这么好看个姑娘，哎呀，让人羡慕啊。头发给她修顺，眉毛调水平，眉毛描一下。宝岛的姑娘睫毛就是长，眼白都盖住了，我们给她修一下，睫毛安排上。哎，小姐姐笑了。帅哥简单给她修一下，胡乱修一下。帅哥描一个迷人的唇彩吧，打游戏你看到没，黑眼圈得去掉啊，卧蚕给她调对称。帅哥的眉毛描一下，美女的唇纹修一下，大家看一下啊。我说这个地方留几根飘逸的秀发挺好看的，美女说她喜欢直发，黑长直，看来我们两岸的审美是一样的，那就黑长直安排上。帅哥说要换个发型啊，我们给找了个非常相似的。对了，商务磨皮 7.0 过渡一下光影，差点忘了。画个脖子轮，像个文化人，脖子一调正是个大美人，眉毛跳水平，眼睛跳水平，鼻子跳一样，牙齿真漂亮，咽不下去的。嘴巴瘦一点，哎，漂亮，对称了哈。眉毛咱们给它描一下，还是挺不错啊，稍微瘦一点点脸，发型修饱满一点。看一下我们把这个双眼皮给修宽一点，这个手法，哎，下面用画笔工具给它画一下，加工好的呢直接就复制到这边了，睫毛必须得安排上，卧蚕呢稍微调小一点点，帅哥也瘦一点，头发呢规制一下，脖子呢稍微拉长一点点，双下巴咱们给它修掉。听我口令啊，看看变化，动词大词，动词大词，动词大词，动。两个人呢靠近一点点，亲密一些，给帅哥洗洗牙，商务磨皮 7.0 过渡一下光影，最后呢丸子是不能少的。哎呦，这两口子隔着屏幕你就能感受到他们的欢乐。嘿，咱们给安排一下子啊，美女凑近一点，帅哥调整肩膀，压一下脖子长一点，显得人精神，衣服给他修合身，头调整，眉毛调整，眉毛换上，眼睛大一点点，哎，无痛隆鼻安排上，哎，牙齿修一下啊，给美白一下，修小一点，描一个迷人的唇彩，哎呦头发这点要补一下，哎，好。帅哥呢先把脸型的五官给他调整，哎，左右调整啊，嘴巴调整，哎，发型吹起来点，
再起来点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双眼皮啊，双眼皮哎，修补的手法，这边也补过来，卧蚕修对称，双目磨皮 7.0 过渡一下光影，这个小红心没拍好，用我们的给它替换一下，哎，嘿嘿。那你说这张照片太时尚了，看的不正式，修正式一点，修好看一点，给了一张生活照，我天，长得真是好看呐、啊！这有啥修的？这好像没啥修的呀，眼睛大一点，哎，美瞳装上，眼线描上，睫毛安排上，哎。眼睛有神了啊，眉毛必须得描一下呀，好看。嘴巴呢，我们稍微让它带一点微笑。我们把唇高光往上移一点，显得饱满一些。两个耳朵调对称一点，把耳饰去掉，衣服调对称，看得更合身一点。美女这个头发真好看，但是她想要个黑长直，那我搞不懂你为啥要染它呢？为啥呢？来一个无痛隆鼻，头发呢根据她自己的头型来调整一下。这个眉毛好像有点粗犷了，我们给它修秀气一点。嘿嘿。美女说胖瘦都无所谓，我的要求就是要瘦一点。五官咱们重新给它排排队，调整一下，眉毛安排上，双眼皮啊，我们给它调宽一点，睫毛安排上，两个眼睛调对称，鼻子嘴巴调一调，瘦点脸，其实脖子长一点还是显得人精神一些，你看一下，双目磨皮 7.0 过渡一下光影，最后给个迷人的唇彩。嘿嘿，你说谁不想拍个好看的照片啊？都想拍一个啊，专门买一套情侣装啊，拍出来跟我想的不一样的呀。头能摆正不能？头发拍的时候能不能给整理一下子？双下巴给去掉行不行？哎，收一点。发型是不是整理一下，吹一下子？这衣服款型还挺好的，就是有点皱啊，我们给它处理一下。发型呢，给它对称过来。美女稍微瘦一点，衣服呢给它调个型，哎，不错。眉毛描的得均匀一点，对不对？啊，双眼皮儿那得调一样宽呢，睫毛得安排上啊。这本来都是化妆师要干的活儿啊，通风系统稍微修响一点，嘴巴调对称点啊。你看我们这个节奏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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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眼睛大一点，稍微瘦点脸。把两个人的比例调整一下，哎，近一点。帅哥其实并不黑啊，但美女太白了，稍微给她提亮一点。双目磨皮 7.0 过渡一下光影。最近很多人问我照片好修不好修，那好修不好修你得看客户长得漂不漂亮，你像这样好看的你咋修它都好看。修图难学不难学？你说它难吗？我觉得它也没啥难的。你说它不难吗？它确实得花点时间，它比较繁琐。这个就好像炒菜的时候放盐，你说把盐放到锅里它有多难，你啥时候放，放多少，哎，这就有点意思了啊。其实修图的技法都不难学，难的是审美。你比如说大眼呢，瘦脸呢，我跟你说哪个工具是大眼呢，哪个工具是瘦脸呢，你眨眼功夫就知道了。但是具体大多少，具体瘦多少，就跟自己的审美有关，所以得需要一点练习。如果说你审美好，你学得快，但是技法给我三天时间，三天不够的话那就五天。说到这儿，不知道你们看出来没有，这是一条广告，我们9月21号的线下班呢，面授课即将开班，有需要面授的同学，需要晋升的同学，时间不等人呢，9月21号说来他就来了。哎呦呵，这两口子长得跟卡通人似的，修他个郎才女貌，修他个眉开眼笑啊。牙齿呢咱们得给他修一下，眼睛大一点，无痛隆鼻安排上，哎，安排一个尖下巴，哎，不错不错，有发型调试一下，饱满，小伙子长得真清秀啊，发型给他推一下子啊，衣服整一整，牙跟他摸过来，牙齿也给他美白一下，稍微凑近一点衣服，把美女搬过来，两个人凑近一点，哎，好，帅哥的眉形好啊，哎，简单描两下，双目磨皮 7.0 过渡一下光影。美女说我这个内双能不能往外扒拉一点，哎，可以，哎，不错啊，睫毛必须得安排上啊，嘿嘿。这网友说呢，不要修太多，主要是两个人距离有点远，然后衣服有一点不太合适，稍微给精修一下就行。发朋友圈的时候一定要让别人看图还是他自己，画不图说再给安排上，稍微瘦一点点脸，头发不让他太蓬，发髻修一下，五官调水平，眉毛安排上，眉毛真的是很重要，双眼皮稍微调整一下，把睫毛安排，帅哥应该是刚剪的头，发量有点少，长点，稍微瘦点脸，鼻子调正，双眼皮调对称，双下巴去掉，双目磨皮 7.0 过渡一下光影。嘿嘿，眼睛大是有好处，不过你看有一点红血丝，看的是不是也挺明显？你看人家李诞的眼睛，他是睁着的，他是
闭着的啊，你一回两回你就不见得能猜准啊，它有可能是眯着的啊，就是这么神奇。你说想要个丸子头，你看看这个效果行不行？你说哎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好，那我们就正式开工。眉眼离得有点近了，我们把眉毛稍微往上提一点。哎，好，把眼睛给调对称，调水平。那眉毛必须还得描一下，看得秀气一些。双眼皮儿，双眼皮儿招待上，眼线拉出来点。哎，睫毛安排上，通风系统修小点，眼睛的红血丝给它去一下，嘴型稍微调一下，瘦一点点脸，牙给它洗一下，白点。帅哥给它描一下眉毛，拿眉去一下，两边调对称，眼睛睁开点，脸型调对称点，牙齿调一下，双下巴去掉，脖子稍微给修长点。是美女太白了，还是帅哥有点黑？我们给它抹点粉，白一点，商务磨皮 7.0， 过渡一下光影。嘿嘿。不要修，不要修，不要修，太好看，不要修太好，不要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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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修修修这个地方，对对，就这个地方，对，修一下，修一下。啊，把眼睛眉毛给它调水平。双眼皮呢有很多种，美女这种呢是最窄的一种啊，窄的你根本都揭不开呀、啊。而且他根本不让你揭开，你这气人不啊？气人不？稍微瘦一点脸，这边的发髻给补一下，这两根头发要修掉，头发修顺一点。哎，你看这手法是不是很起作用？修顺了，显得好看。就说这种抹口红的方法呢，叫咬唇妆。我咋这么不能接受的？还是给他抹匀了，商务磨皮 7.0， 过渡一下光影。最后呢，用我们滚烫的小熨斗把衣服给他烫一下。嘿嘿。为什么植发那么贵？因为它出效果呀，你看是不是很神奇？五官我们给它排排队，双下巴给它去掉，牙齿这个缝隙给它补上。美女呢，我们把肩膀往下压一点，脖子细一点，哎，显得人精神。眉毛，眉毛安排上，双眼皮儿，双眼皮儿安排上啊，睫毛，睫毛安排上，牙齿收一下。美女的小虎牙我们给它抹平了啊，哎，感觉修齐了之后要含蓄一点，稍微瘦点脸，通风系统修小点。最后呢，商务磨皮 7.0， 过渡一下光影。嘿嘿。结婚需要准备什么？需要贴个面膜，需要削个小骨，需要纹个眉毛，需要正个牙齿，需要拉个双眼皮，需要种个睫毛，需要做个纹绣，需要做个造型，需要一个无痛隆鼻，需要垫个下巴，需要吹个头发，需要开个眼角，商务磨皮 7.0， 过渡一下光影。最后呢，还需要定制一款情侣衫。嘿嘿。头发，头发，哎，刘海，刘海安排上，哎，看起来温婉一些。你说我这个戴这个牙套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。哎，我们给你安排了。美女说太好了，两个人凑近一点点，对，凑近一点点。好，我们把美女的脖子修亮一点点，帅哥呢要把双下巴给修掉，哎，看得精神一些。商务磨皮 7.0， 过渡一下光影。嘿嘿。结婚证件照能坐得拍吗？你看这小板凳，头给它调正，哎，对，眼睛调正大一点，眉毛，哎，睫毛，睫毛往下来一点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无痛隆鼻，无痛隆鼻安排一下子啊，哎，你看他这个小鼻梁立马就起来了啊，嘴巴，嘴型稍微调一下，笑得要开心一点，对对对对对，牙齿，牙齿洗白一点，哎，脸小点，发型呢些许有些凌乱，稍微调整一下，不错哦，那边调了之后，这边也得调一下。哎，好好，美女稍微啊瘦一点，帅哥没啥秀的啊，蛮精神，眼睛调一下。哎，好嘞，帅哥坐的时候啊没有拉着点衣服，你看他衣服都翘起来了，我们给他往下收一点。眉毛，眉毛描一下，对，好嘞，两个人凑近一点吧，哎，亲密一些。帅哥这个胳膊架的有点宽了啊，回一点。哎，好，帅哥你看啊，志向远大啊，留两个意思一下啊。商务磨皮 7.0， 哎，对，过渡一下光影。哎呀，嘿嘿。美女说我这个照片能修不？我不要换发型，也不要换衣服，不要修多了，也不要修少了啊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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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一道综合分析题，从光线上来说，帅哥呢就比较灰，美女就比较透。
美女这个头发这样是不行的，哎，我们给它顺下来补一点。帅哥这个脖呢，首先我们要给它修细啊，接着呢我们要给它修长。美女的这个五官长得是非常好啊，眼呢我们给它大一点，这两个眉毛不一样，这个是平，这个呢这个是秀，哎，待会儿我们选秀的这个啊。牙齿我们要修小一点，这个地方帅哥这个通风系统要小一点，眼睛给它调对称，按照我们之前分析的啊，一步一步的咱们把这个体给打一下，哎，眼睛大一点，双眼皮宽一点，睫毛安排上。哎，眼白修白一点，通风系统修小一点，无痛隆鼻安排上啊，嘴巴牙齿啊，脸瘦一点，帅哥呢先给他抹点粉，哎，白一点，哎，通风系统小一点，哎，双下巴咱们给他去的啊，双下巴修掉，脖子长一点，哎，好，下巴收一点，商务磨皮 7.0 过渡一下光影，嘿嘿，结婚证件照，帅哥已经优先出场了啊。哎，我们把它给调整一下，看美女也亮相了，帅哥这张笑的好一点，美女抽筋一点，头发给它顺起来，哎，好，头发好飘逸，好，小脸一瘦，睫毛安排，眉毛一描，无痛隆鼻招待上啊，笑的露下牙齿了啊，露一排牙齿就行，哎，下嘴唇往上去一点，帅哥呢我们头发先给它修饱满一点，然后双下巴给它修掉，哎，眼睛一大，鼻子一小，哎，看得精神啊，要是脖子再长一点，哎，就好了，小红心给他安排上，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滚烫的小熨斗，最后呢商务磨皮 7.0 过渡一下光影，嘿嘿。